说清晨热花凋谢，经过羞红了明月，谁的眉又上了蝶。我只知道远方一声闷雷，骤雨敲打我的狼狈。快乐不起来的谁，午夜梦回，这悠悠岁月细数我的憔悴。青石荒废，我不要好累，乱世江山我不想了解。你在宫殿外听不见眼泪，看不见心碎。青石荒废，我不要好累，这烽火狼烟欲带以威胁。背起墨宝围，我总是遇见离别。那母后就去掌管你的天下，治理你的后宫。孟琪又若死，女儿也随他去，两世三名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女儿腹中已经有了他的骨血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女儿腹中已经有了他的骨血，求母后救救他吧！只要母后一句话，他就可以不死的。女儿也不想。腹中的孩儿没有亲爹，母后也不愿让女儿孤独终老吧。女儿求求你，真是个孽障。母后，求你放了他。太后，马夫雅那边怎么样了？回太后的话，帝皇妃留此药方给您，望您保重凤体。哼，他都自身难保了，还念着哀家。这让哀家于心何忍呢？太后也不想替皇妃死吧？她犯的是宫中大罪，哀家救不了她，也没有办法救她。奴婢有办法救帝皇妃。见我何事啊？求向大人设法放了孟启佑，您身为执法官，定有办法相救。哼，本官一生忠君为国，即便触犯龙颜，我要依法执行公规，以正视听。向大人一向以忠君爱国出了名，难怪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牺牲。大人不会只记得皇上，忘了还有个女儿吧？可怜姚姐姐一心尽孝，她的父亲竟如此铁石心肠。怎么，你知道她是我的女儿？我和姚姐姐情同姐妹，他的最后一段路是我陪他一起走完的。你说瑶儿，瑶儿他死了？孟启佑被抓之后，叔公搜捕细作，姐姐当时便被擒获，打入天牢，自尽而亡。不可能，那时他还在飞鸽传书。那是我模仿姐姐的笔迹写的。
从那以后，瑶儿便再无音讯。但怪他可留下什么话？这是他的所有遗物。时辰已到，还有什么话要交代？傅牙呢？他在哪儿？傅牙已被处以火焚之刑，此时已然行刑。本宫要和他，和我这个妹妹，说几句临别之言。从小，姐姐聪明不如你，地位也不如你。而今我贵为皇后，你却成了将死之囚。你我斗了一辈子，没想到最后还是我赢了。我得到的是你一辈子也不会拥有的东西。海将军，哀家准备了酒，送马傅雅上路。喝醉了上路，也可少些痛苦。有人想见你最后一面。这一去是解脱，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。嗯，我们要笑着告别，
以后要是有机会，不要待在皇宫里，好好活着，做一个平凡的民间百姓，明白吗？我们不是说好不哭吗？公主怎么哭了？我们要笑着分别的，我们要笑着说再见的，公主，您的恩情，小心肝这辈子也忘不了，下辈子，下辈子小心肝还要伺候您。下辈子我们不做公主，不做奴婢，做一对姐妹，一对平平凡凡、快快乐乐的姐妹。好，我们做一对好姐妹。好了，别再哭哭啼啼的了，该上路了。公主，你一路走好啊。回来了，哎，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，帝皇妃受火刑了，她就要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帝皇妃受火刑了，皇上，你快去救她呀！这，哎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这，
醒了，啊，你可醒来了，成儿，成儿，你身子还好吗？啊，哀家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哎，可是那孩子他什么都好，可他偏偏犯了宫中的大罪啊。你要是心里不舒服，就哭出来好不好？啊！你这样，哀家会为你担心的。啊，成儿，他葬在哪里？葬在城西。哀家感念他的救命之恩，所以厚葬了他。成儿，成儿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错了，我毁了你的家国，我毁了你和母亲友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为了我一身罪孽，我是禽兽，我是畜生，该死的应该是我。那被烧死的是小心哥。这就有问题，酒里有迷药。公主别问那么多，公主快喝了吧。小心哥，
难道你想，公主，这是小心肝唯一能为你做的了，求公主成全。不，我不会让你代我受死的，不可以。小心肝，你不能这样做。小心肝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小心肝。小心肝用他的性命换了我的性命，我又多欠了你一条人命。傅雅，杀了我。连城，我们都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，就让那些恩恩怨怨就此了结。你能原谅我，可是我不能原谅我自己。我会一辈子背负着罪孽，直到永远。那就做一个英明的好皇帝，让你治下的百姓都过上安稳的日子，就算是赎罪吧。这当是你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。银河过，你和我，天与地，爱与仇，握紧我的手，倾听我流动的脉搏在诉说。我不怕黑夜里的魔咒，只要你懂。告诉我最后一件事情。温柔，爱可以在你心里到底有没有爱过？爱可以翻山越岭历尽头，望一眼千山万水，望一眼人世全非。瞬间带我飞到永远。下下，鱼，你醒了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这一睡就醒不过来了呢。我怎么没死？是向大人和马凤雅救了你。姐姐很后悔，她的一封信竟酿成了这场兵戎之祸。她最后的心愿就是启佑能够平安回国。大人，如果您念及父女之情，请您帮姐姐完成她最后的心愿吧。事已至此，如何能救？这是什么？归西丹。傅雅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啊？他没能逃出来，现在已经被火焚了。你说什么？不，傅雅不会有事的。傅雅不会。哎哎哎！
马赫雅不在没有关系啊，还有我呢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不会，不会，扶摇不会有事的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他没事，他不会有事的，我不信。姐姐，公主去哪儿了？为什么太后要我们收拾公主常用的东西给她送过去啊？要命就别多嘴，你一会儿到红鸾殿里找一个骨灰坛送到我房里。是。奇怪，这嫣儿要马菲亚她父亲的骨灰坛做什么？该死，咱们上了老太婆的当了。末将叩见娘娘。起来说话。娘娘深夜召见末将，不知有何旨意？阿奴将军，上回你替皇后娘娘办事不力，人没毒死，还走漏了风声。不过娘娘不与你计较，这回让你将功折罪，杀死孟启佑。敢问娘娘，孟启佑现在身在何处？带着莲丝公主一起出宫去了。娘娘只杀孟启佑？当然，杀公主做什么？末将明白了，末将这就去准备。娘娘，这人都已经离开宫中了，可怎么杀呢？离开宫中才好下手啊，咱们好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。可是咱们总得找到人才行啊。回蜀必经华天关，咱们连夜赶路，就在华天关送马赴雅上西天。这因时间紧迫，请屈就在农舍歇息一晚，明早继续赶路。谢相大人。在下只是想替我女儿了却心愿。多谢。不必。请。张开手，触摸清澈的脸庞，爱已狂，却能在眉间深藏。心愿白首不相离，落英皆情亡。花无你裳，如梦绽放。花若歌唱，缤纷乱舞，余音绕梁。大梦一场，似花絮湮灭空流芳。花在歌唱，倾诉人间万般衷肠。人去何方，许是你凝望的方向。
松开剑，卸下俗世的荣光，画一藏，拿起放下本难当，愿得一心人伴我，浮沉了茫茫，江山寻梦，年华不忘，花若歌唱，缤纷万物余音照亮，大梦一场。此花去烟灭空流芳，花在歌唱，倾诉人间万般衷肠，人去何方，去是你凝望的方向。花开了，皇兄，皇兄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告诉傅雅，花开了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我们北国也有真情，也有春天。花开了。这玩意儿简单易用，准头极佳，就连女人也能轻易使用。箭头为了毒，一碰就会没命。人来，说好的是沙漠奇偶，这这这得离开这里，走。快。撤。撤。等等我，傅雅。是你。
真的，我要跟你拼了！连城忘不了你，你为什么非要跟我抢连城不可？为什么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抢连城。是，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夺走了他的心。而我用尽了一切手段，仍然赢不了你。你死了，这一切就圆满了。可你偏不死，你偏要活下来。我的人生全毁在你的手里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好可怜，可怜。可怜，全都是因为你。你错了，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。就算没有我，连城他也不会爱上你，因为你根本不懂爱。就算你对他是真心的，但你对他却是欺瞒诈骗，他怎么可能感受到你的真心？他怎么可能会爱上你？你真的爱他吗？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为什么一直这么对他？我爱他，我真的爱他。连城，我爱他，我真的爱他。我比谁都更加爱他。
冤枉，让我葬了他们吧。葬他们的人来了，你们快走吧，林子里有三匹马，走啊。我们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让我葬了他们。走啊，再不走你们谁也走不了了，走啊，走啊。我们走，走，走啊，走，快走，走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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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对不起你，我都不能好好的埋葬你，我只能对着你的衣冠冢和这株你珍爱的桃花来祭拜你。都是因为你，傅雅，哥哥他这么爱你，你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去爱他呢？你一辈子有这样一个男人来爱你，你还要什么？你要是肯认命，肯留在北汉陪他，我哥哥就不会这样的枉死。住口！若不是小心肝忠心护主，傅雅能活到今天吗？的瞬间，你的瞬间的